过大家对于韩市长他有期待嘛，你看到不是只有讲说我那天的一个场合是如此，我在之前在其他友台的一个政论节目也有很多人都一直问我讲说，哎，是不是你怎么看2020这一局，你怎么看韩国瑜选总统这一件事情，我就说拜托好不好，补选的这个投票率大家都认为很低，大家都关注度都不高了，你现在又把它讲到哎，寄予在明年一月份的一个选情，所以说我讲说拜托你先让我3月16号我跟刘干一下两个人当选了之后你们再来讨论2020，毕竟现在剩下18天，今天号码出来了，四维是2号，我们刘干一下是4号，哎，那我们希望讲说大家都能够把我们的号次给记住，回去大街小巷帮我们拉台，你不要哎，我们都还没有选完你就讲说啊，韩总统韩市长选总统选总统，所以说我那天不是喊一次哦，他们是喊好多次啊，上台了之后送包子喊一次，我讲说好了好了好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好了，那等一下呢要讲话的时候哇又喊一次，讲完了又喊一次，等到他讲完了之后我才讲说不要急不要急，先让我当选先让我当选，你们再来讨论这一点，结果后来卢秀燕市长哦，卢秀燕市长那天也真的帮我了一个大忙，他还把我麦克风抢过去，他说稍安勿躁，你们记得哦，3月16号投谁，他说要投郑思维，他说对，你千万不要到投票所里面去找韩国瑜，韩国瑜怎么没有韩国瑜，所以说那天也卢市长也帮我做了一个更正，所以说无外乎讲说选民他们知道，后来他们就集体一直先喊我的名字，但是喊完了之后还是选总统选总统选总统，都以为你要选总统了是吧，是韩市长，他们希望韩市长，所以说我还是讲哦，真的稍安勿躁，现在剩下18天，不管讲说的私募与军团也好，土包子军团也罢，我们都希望讲说我们在这个爱屋及乌之下能够以你们支持韩国瑜市长甚至于卢市长还有侯市长的一个心情也能够疼惜我们两位，那我们两位在最深绿的地区我们都能够把它翻转过来，我相信这是对蓝军有益处，那未来3月16号过后你们如果说有什么样新年新希望跟这个心愿的话，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讨论会比较合适一点。不过如果那个时候3月16号你选赢的话，是你会承诺给选民的是你要让韩国瑜选总统吗？不，如果韩市长他要选总统的话，他自己本身要有意愿的话，当然我们假郎即听，海郎即到，他帮忙我们，当然我们也要帮忙他。但是最重要在于他本人的一个意愿。当然，这个造势过后，你的民调已经赢了，你知道吗？对于这件事情，你现在是不是更有信心？当然，我对我的选情一向是有信心的哈，要不然我不会下去选。那相对的，你说，哎，今天我们这一个中时集团所做的民调，视为赢了对手6%多，当然绿营的也调侃我啊。我说那个于建大哥说他赢我还赢我20%，所以说我会觉得讲说，民调赢，哎，我也不会建立信心；民调输，那我要更加努力。所以说，我会觉得讲说，什么时候做的民调，跟什么时候你的一个选战策略会不一样。当然，我会觉得讲说都是做参考的。于天说赢郑志伟20%，对对对。那郭国文赢谢龙介多少？龙介，他。面带忧愁说赢我一点点，那我是整个选举过程本来就是跑基层，他们也讲跑基层嘛，我去前三百鱼一直前五过鱼，我不往来他不感觉，那本来他是守台南顾台湾嘛，现在也是要拼经济好生活，这都好事情，但选举就是说我台南比伊较困难，那、就是伫倒呢？因为民进党倾所有的势力，唔是伫拍台北新北市啊，要拍台南市。党主席、行政院长，吼、哦，甚至新潮流的江门林，吼、哦，段义康，大家即马，大家拢拍我一个。为什么？因为因惊我爬起来，我知影我即马声势一直起来。因为我的声势是来自乡亲，昨昏去拜拜，昨昏吴敦义主席陪我去拜五金庙，满头大天父五王，南昆新大天父五王，都出抽无国文签，土城啊六里门信宝庙，这两间不是我的选区哦，但是这选区内底14区所有的庙宇，拢含这两间有交背景，我知影，我来对遐去。那么在拜拜的时候，当然每一个人的灵验信仰无同。像阮长期家乡，我就知影五王哦，对阮王爷妈祖对阮有一个启示。一早要入去，我就知影我会抽到4号啊，所以我真清楚啊。出来拜拜的时候就知啊，知，昨昏就知啊嘛吼。
我想啊，这个河北的大家拢无爱啊。哦，当然第一，这是激情的所在，所以你要地基死地立核心啊。哦，搁落来来讲，你有四大族群会支持你，你安哦。因讲因拢叫大咖的、中咖的、啊有拜咖的来哦，靠上大咖。伊讲伫台南这个选区啦，吼、哦，王爷上大咖啦，全台湾的王爷庙的南分身啦，所有分出去的大小经就对了，两万几经啦。所以去，今仔抽了记者随拄来，我就随甲讲，教化的意思哦，教农渔民的意思，四大族群。农民、渔民、劳工、摊贩，都话这四大族群要支持咱。啊，是安那？因为咱长期听伊的心声啊。伊即摆讲叫我爱核实的，参清德兄弟参我遮好，你家己做过代志，你都你竟然反头讲，啥物我爱去甲我的选民道歉，是我的选民鼓励我扩大服务呢？而且佫甲我讲啦，你毋知学清德啊呢？吼！哎，市长做了做无了，就去做行政院长。我嘛无讲伊绕跑啊，嘛讲伊是扩大服务啊。做行政院长会当照顾台南市啊，真好啊。啊，啥物你啊？迄阵也无道歉，人嘛无叫你道歉，所以即摆换你别叫我道歉。所以这就倒病。啊，你天狗咧害死台南市只长辈时代后，迄个四十几岁、五十几岁，互蚊啊叮着死个，死一百十二个。你嘛无道歉吗？房屋税一摆起81%，人人喊打，啊！你搁敢出来徛街头？所以我讲你勇敢，哦，来挺你的同志。咱嘛无叫你道歉吗？你房屋税敢补甲大家七甲八笑？本来遐细厝的想讲我也无厝吼，起我袂到好家在，嘿，厝主叫起万二，即马叫厝卡讲一个月要出一千啊，要起一千的厝税啊，啊！伊较无起着，嘛是起着。人嘛无叫你道歉嘛，所以选举是安尼啦，各凭本事啦，八仙过海咧，过海功夫大家真顶。伫台南即区我嘛知影，是安那我不断伫咧推销农业产品。你敢知影我即马油啊糖即马咧开花尔，迄、那个91岁阿伯就对啦，吼、哦，姓陈的，满头有一区姓陈的，吼、哦，姓陈窑，全部拢姓陈。看油啊，食清，91岁啊，咧做事，你看得较袂心疼。20几冬来拢转互民进党，恁敢有甲照顾？食到91岁做五代祖啊，做太祖啊，伊还搁咧收机啊。啊，讲花啊，油啊，当咧开花尔啊，啊你免啊，我嘛足惊个。我同学吼毕业了去美国留学，怎啊无转来？去加拿大。即马拢伫海外发展嘞，某人去伫大陆发展20几冬啊！你敢知影因哪啦？我最近我上讲奇怪，我了两三礼拜无看 email， 一个甲拍几哦，要收70-80通，70-80通批无看。阿盖哦，因为我较早因拢叫我阿盖，啊叫我盖先嘞，吼、哦，我囡仔是在同学，你可能会辞职。但是因为我在，所以你放心。我想要到底是安那？我先跟你买100个货柜的文旦。我讲你完蛋了，你真正要搞要一百卡货柜吗？他说我可以回去给你下订单啦。伊就讲伊要回来就，哎，这油啊拢好啊，因为伊咧担心唔知卖出去卖不出去。我讲来来来，啊要到蛋到落订单，我讲安尼哦，你不要开玩笑哦，君子一言一中哦。你这做生意，这是爱讲信用。我不一定要求你先给定金呐、啊，但是你要回来下订单，在哪里下订单？来到罗定端，你敢知？我讲你若敢落啦吼，来满岛五王府、大天府的五府千岁面头前搞罗定端，我叫尤阿龙来。哦，啊你若死到订单落落无出话就对了，恁家拢有巴肚疼。哦，哎，巴肚疼足艰苦的呢。听两礼拜就好啊，巴肚疼听两礼拜，你就昏去啊，所以会做零声的。所以我，啊来了没？我嘛惊去会骗你啊！伊讲伊即摆飞机坐倒来，可能爱三月车嘛，哦，马紧，你转来来，你若有心要帮助农，因为伊看到我咧帮助农民，伊讲安尼，伊也要转来斗三工，我安尼好，
这个顶端诶，北外口中秋北路迄阵靠采收的物件，半年以后的事情，现在先下单。伊即马得要落单啊！我相信伊唔是骗我，伊讲啦，我下的是礼品盒的单，哦，唔是大批，价格好一点，但我要求品质。我讲这会使，那我就找尤阿龙啦。恁啥物人会当接这个 case 嘛？一百卡的货柜，哦，恁啥物人会当接？伊要五十卡，另外一个要五十卡嘛。啊来，恁啥物人会当交？价钱偌济？我今仔日已经叫人统计啊嘛。所以统计了，来王爷面头前，卖讲就抓啦，就来遐签合约啦。你调工坐，伊会调工对美国大陆坐飞行机来给我落这个订单，但王爷面头前签，你看伊敢会反悔？我想伊袂反悔，因为大家好朋友嘛。所以你茫看咱这个节目呢，咱透过这个节目，我本来今仔是要搁摕馒头迄个油啊的加工品吼，油啊三。欸，你看我安尼，逐工安尼练吼，讲话烧声，回去门啊再困一醒就好些呐。因为我食油啊茶甲油啊三嘛，你买一罐油啊茶吼，得买三粒油啊，三粒油啊较做一罐油啊茶。啊，农民伊倒咧有烂，农会嘛咧，伊很搬头，农会甲因帮忙咧，收来叫人代工，做成油啊茶、油啊三，哦，油啊的沐浴露，安尼可以到底。大家你若无爱食油啊，你就买这加工品，同款嘛是咧帮助油啊农。尤阿龙就会感动啊！是安那，阮去到码头变，伊要接台湾。是安那，阮去到码头，因讲车架会出接，因即马讲无啊。人王爷有指示，其实王爷指示是伫个人的心理嘛。哦，是借王爷的嘴来表达讲，阮即届要支持谅解安尼嘛。因为阮看到谅解啊，即马已经咧替阮尤阿龙迷雾丢苗啊，物林较骨正啊。这就是因的感受尔。我走去到迄上偏僻的所在。人嘛唔知，伊阿咧一边啊后咧饲沙麻啦，伊住较外海边，啊后咧饲沙麻啦，啊后咧种油啊，吼，伊个油啊旧年嘛是艰苦着，所以听咱安尼讲，伊讲，哎，你唔是一般政治人物，讲要替阮卖物件，你是真正有来甲阮了解。然后我个订单足清楚啊，人也要买五斤装个，含迄个一箱十公斤个无同啊，十公斤就十六斤啊，伊唔是啊，伊就五斤啊一个礼盒。人一个阿官啦，我设计礼盒吼，啊你在台湾做，那个费用由我们来负担，这就是生意人嘛。所以我已经知影，这一百卡会规走袂去啊。但一百卡会规够法度应付今年满到这8500万斤的油啊，还无法度啊，杯水车薪啦。人讲的讲的，哎，一百卡会规看起来足济，咱的分担搁较济，所以伊就是惊咱模仿，讲啊你袂使给我提。别个县市的油啊来给我交哦，我讲这放心，我一定甲你目睭甲你定调的，顺满道的文旦，才会交你。咱嘛爱建立信用，所以这来让我通路拍开，唔是今年尔呢，明年伊就会继续买嘛，是不是安尼？咱是咧做长期的计划，安尼油啊农伊就安心嘛，伊就知啊，今年安心，有两家咧甲咱帮忙，放心放心兼放心。足重要，所以我甲你讲三摆啊，对不对？现在叫你放心，大家讲价来嘛，哦，有钱大家讲价谈，价减谈，较袂散。像高雄啊呢，大家趁钱，笑眯眯；台南是足虚微，哦，大家落底啊地房子，因着气甲要死。所以叫我讲，爱改变，改变再改变。我嘛是顺应民意，我嘛希望咱的对手、其他候选人拢总顺应民意，大家迈步政治，大家拢总来。讲拼经济，顾巴肚，找通路，生活袂艰苦，安尼毋是做好？你来予农民、渔民感受着讲，恁替伊会当拍通路，予伊生活改善啊！恁继续做，你拢当我民进党，我无意见。因都无爱跟人交流，都无爱跟人做生意，要跟人烧麦，人是要哪含伊买卖？农民、渔民已经地夹啊嘛！啊，阮哥安尼落，阮顶个咧含家己滚生笑嘛！我支持你，啊！你逐天当啊无政治，结果我的鱼啊，放咧要死，哦，卖袂出去，这巴肚的问题啊！因囝爱注册，孙爱注册呢，厝爱贷款呢，你茫看迄农户农舍呢，伊有诶囡仔搬出去买厝是阿爸阿娘，互伊买的呢，贷款咧甲烂呢，这拢艰苦着啊嘛！所以拼经济，顾巴肚，我相信我即摆选举虽然困难，但是我有机会险中求胜啦。